我是河南濮阳的一位教师，那么专门在北京做家教。来北京之后呢，就是说刚才看到的一幕啊，令我感觉有所感触。感觉的孩子啊，就是那么小，在发单，发这个宣传单，那个对孩子的这个未来啊，他的人生的下一步应该是在哪里？也就是说，这个发单就是说对孩子的这个，他应该目前应该在接受教育啊，应该在学校接受教育，或者是学技术，而不是做这个。我感觉这样的孩子对孩子的这个前途啊，未来的发展，有良知的人嘛，都会对此有所担忧的啊。我想这个像这样类似的这个孩子，这样的童工啊，还不会是一个，可能还会很多很多。那么这样一个群体，我们应该如何来，就是说来帮助这些群体，这些童工啊，能够走出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啊，让他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另外这个主持人也说了，就是说这个用人单位啊，应该良知回归哈，就是说应该就是说不能用，因为空中是对这个从人性上来说，从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来说，都是就是有所商榷的哈，应该让这些孩子啊能够有他们那个应该去干的那事儿。啊，让他们接受教育啊，让他们这个更有利他们的未来的成长和发展。我用人单位，应就是说我建议吧哈，用人单位应就是说能够比较妥善的处理这个事儿，能够处理好，啊，能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。谢谢。